你们俩的事儿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没打算瞒你，我们俩就是喝多了。你大爷梁珊珊，就生理冲动，什么都不是。天底下那么多男的女的，怎么就你俩得冲动到一起呢？你们俩可真棒啊！你们俩有一个人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这前脚刚离婚，后脚你们俩就睡一起了，够速度的。好，明天拉着我去吃饭，拼命在商场买东西。啊，去 KTV， 给我介绍一帮小男生。那时候就在一起了吧？我要是不问呢？我要是不问，你们俩是打算一直瞒着我？你知道吗，梁珊珊？不管客户再怎么看我不顺眼，公司发生再大的事儿，我从来都没有怕过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一回头，你们俩肯定在我身后。我离婚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绝对不会让我孤独终老，然后背地里就弄这么一出。你们两个人是我最最最最信任的人，我现在就，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就同时都失去了。